但是这个多肉区就不同了，多有这么多肉肉，室内又不好摆，然后前阵子本来就任由它发展了，这种高温高湿已经黑腐化水了很多肉肉，现在的话真正的考验，真正的这个大夏天的感觉要来了，30多度，天天都是30多度，谁受得了？我都受不了，所以现在要想办法给他们遮下阴才行，要不然可能全部都会阵亡。我已经找了3个东西，然后当这个棍子已经给它插起来了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再去找一块布来，把它们绑在这个棍子上面，就可以给这个多肉区遮阴啦。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给它们遮阴的一个布。这个布看起来是不是有点丑？没事，我能达到效果就可以了。现在就把它绑上去。这样就给我的肉肉们做好了遮阴，看到没？上面，如果太阳晒得来就可以挡到，不知道侧面会不会晒到，等一下再下午再来看一下。